好想听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球，阿飞。很多人打完羽毛球都会有一个腰背酸痛的情况，今天我来教你一个小妙招，缓解我们的腰背疼痛。腰疼的宝宝这样做：我们拿出这个花生球，它这样的一个设计是，中间可以避开自己的脊柱尾，然后两侧可以按摩到我们的竖脊肌，就可以把它垫在我们的腰背部，垫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躺下去，然后我们这样依次的抬脚，十次两组。背疼的宝宝这样做：我们上背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放在自己上背部，上背。我们交替这样的手，十次两组。打开，哇，非常舒服，会把我们整个后背都打开了。然后我们不管在热身的时候，还是在最后放松的时候，都是非常好的办法。你学会了吗？